good girls you take out for dinner, but all the bad girls you take out for liquor. All the good till I get up, time is barely on our side. I don't wanna waste my time. 让他高压吊球，但是速度还是很快。这球日本队一传到位之后，鱼顶得不错，下车接好一传之后再攻。这段其实我们发球也在找股份，对方主要发我们的前排四号位的位置啊，所以不管谁在这个位置上接一传啊，一定要早点准备。这一传的质量接的还是很不错，不停。还是沙里娜，不过沙里娜其实今天就还是有点低，给刘云涵。上的不错啊，节奏球头上的给二传都很舒服。一上来之后，一个上球的节奏上的非常好。很重要的。找不准啊，然后脚慢，脚下步伐死，你几乎是进攻加出来了。再给关章宇。所以就像我们下午解说男排一样，就是排球其实在很多的配合的细小环节当中的细小技术还是很重要的。
战术也好，还是被动就是主动性在打战术，都打得很舒服。日本队的关键分大前排主攻，哎，下来搞球了。